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岑薇老师。今天是6月14号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《易经》中的第36卦“地火明夷卦”。地火明夷，坤上离下。明夷卦象征着受伤、倒霉。离为日，为明；坤为地，日落地下，光明没入在地中，为明夷。夷者，商业。明夷象征着光明损伤，暗主在上，明成在下，不敢显其明志，引申为天下昏暗。在光明受对之时，贤者以明德被创伤，面对的局势非常的艰难，唯有手持正固，刻苦忍耐，韬光养晦，以自保。所以明夷卦给我们的启示，有时候呢，我们在一些非常时期要懂得退而自保，锋芒不露，心怀远大的抱负。韬光养晦是要沉着应对，能够忍辱负重，凡事要收敛锋芒，隐藏才能行迹，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一展自己伟大的抱负。君子光明的德行受到了创伤，这时再继续前行是非常艰难的。聪明的办法就是呢，要收敛自己的光芒，让你可以呢锋芒不露，才可以得到长久的成功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易经知识，欢迎来关注我们的易都国学研究院，让我们一起弘扬国学文化，让国学文化走向世界。